你见过盖被子的斯诺克吗？这样的一杆球也只有大火箭奥沙利文打出过一次，这计算的也太准确了，不管是角度和力度都把控得非常完美，这样的一杆球都是无人能模仿的。本次比赛的对霍金斯这杆也是想把白球藏在粉球的下面，可惜力度没把控好，没能藏住。最后还是需要看火箭。
They've treated us some fantastic snooker. It's Ronnie O'Sullivan who takes a 3-frame lead into the afternoon's